翻盘的。哎，一个主宰大概能扳回3到5千的经济差。而这句话老帅是已经发现了，直接使用二技能冲上去，这波主宰小云其实可以打了一个震的话，就直接震掉了。芈月抢到了主宰，是的，伊斯坦拿到主宰之后势如破竹，张飞还没有刷出自己的大招，大招好了，看能不能吼得出来，吼出来了，一个盾的话把自己的血量顶到了一半。是的，李白，李白的一个大招拯救了全团，微微的血量还非常的健康。是，那么现在的话伊斯塔整个都是残血，关羽横刀立马砍了一刀，直接将薇薇砍到了残血，但是自己也无路可退啊。 AG 闯王会这一波反打打得非常不错，将伊斯塔打了一波团灭，主要还是归功于梦泪的李白这一个完美大招。是的，梦泪的李白实际上在刚进团的时候他是一个打出了一套连招，然后在后撤之后刷出大招，再过来刷一套大招，难道这是要一波了吗？中路的塔推了进去，看流苏直接强行扛塔，两个炮车已经冲了进去，梦泪这边能不能再推，直打塔推掉了，恭喜 AG 超完会极限翻盘呢。